早餐、午餐还满意吧？竹东美食是不是很不错哦？满意是满意，可是真的太饱了。哪有这么饱啊？很饱、才两间店哦，今天说好是要客不停的哦。客不停可以，可是给我休息一下，休息，让我休息。早知道你会这样子，还好我有准备。接下来吃个点心怎么样？哎，点心可以耶。如果是甜点的话，我就给你100分。不要再甜点，我每次都知道你的甜点，所以这一家呢，我找了一个有卖肉也有卖甜点的，符合我们两人的需求，而且还是文青风，你最爱的。文青风又好拍又好吃，甜点我来喽。他不是说很棒。竹东文创艺术村是新竹最夯的打卡景点。今天的文青风小店，红砖建筑加上斑驳墙面，光是店外就充满怀旧气氛呐、啊。用餐环境也是满满的复古风情，连装潢设计的小配件也都是怀旧元素，让人忍不住开启连拍模式呢。这间文青风从外观我们这样走进来，刚摄影师非常有 feel， 有没有？他好有 feel， 叫我们要你知道走戏剧走位。对，还是他其实想要拍戏？其实他可能一直有在。只是我们不好说，对对对。再来，你看哪一间店可以符合我们两个？就是你看，爱吃，不是重点是还是肉。对，我爱吃肉的要命。这其实也算是一种下午茶。是啊是啊，下午茶小点。他看起来就是肉控的人哦，仙草要去关心，青草就要来竹东。真的假？竹东？当然，竹东的青草茶传承三代了。那你看，你吃甜点，再来竹东还有一个更有名。都是客家大件，擂茶冰沙。这是擂茶，我以为是抹茶哎。不是，是擂茶冰沙。好强。然后再给你一个香草冰淇淋，来啦。OK， 吃肉的话，当然好，你就要点这个。没错，就是先吃肉。嗯，他们的也算招牌。那我要吃鸡翅，红烧翅膀，我喜欢吃。吃最少的那个。鸡翅。来来来，分你一只，不要说我小气。好吃。嗯，它外皮是酥的耶，酥的，它上面撒了一些青葱，嗯，然后芝麻，白芝麻，口感非常棒。然后它外皮呢，淡淡的那种酱烧味，嗯，好赞。它比较像是炭烤，有点烤鸡翅那种感觉。对对，可是感觉它又有炸过，因为它皮是酥的。而且再来，你看除了鸡翅之外，它还有那种鸡米花，这也太干净了，就是超干净，鸡米花。哦。它鸡米花应该也是那个自己手打手捏的，然后裹上去盛出来，因为它的鸡米花比别人的大块。嗯，再来它还有这个炸饺哦。嗯。哦，猪肉馅，哎，好吃哎，很好吃哎，好多。嗯，妈妈，里面肉浆很棒。哦，里面很 juicy， 很 juicy， 很 juicy。嗯，它这几个全部都不用蘸酱，不用蘸酱，因为它里面的调味就已经调得非常够味了。嗯嗯，而且每个都是炸出来的，但是它不油不腻，非常的刷嘴。美食拼盘竟能做出这种风味，包含了炸鸡翅、鸡柳、鸡米花和水饺，各式炸物组合起来，让大家可以尝到不同的滋味，很适合一群朋友点来分享 share 哦。而且老板也非常的大方，提供古早味饼干、免费零食加个霸，让你刷嘴吃不停哦。我就是想吃甜，还说什么吃到饱，这已经很饱了。我今天很有 feel， 那我要吃喽。啊，你这样就讲完了。我还没吃啊！你要讲一下其他有什么嘛？然后他的摆盘你也帮人家讲，你要急什么？还有冰淇淋，哎，香草冰淇淋，香草冰淇淋，然后一样有这个树哥哥，我们直接把人家名字讲出来。没有，就是大概是树哥哥，而且撒上糖霜，撒上糖霜，就跟原本它咸不一样。然后它的摆盘我觉得非常符合，就是这里的气氛，因为其实它外墙什么，我们刚刚讲过是比较复古老式一点，老宅，老宅。然后它的颜色的搭配，然后包括你看它布朗尼配上这个，你不觉得就是那种老宅感吗？好啦，你先。啊，我要吃老，啊，我要吃老宅布朗尼哦。好。先。哦，我喜欢这种。怎样？硬的。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坚果，所以是硬的。嗯。吃。啊，很好吃的，偷解你屑屑。抓的布朗尼，其实以布朗尼来说，真的不算甜。不算甜。很香的巧克力味，可是吃进去，我觉得它的糖分很低耶，很低，嗯，因为你吃进去之后呢，那布朗尼的本体哦就开始崩塌，哎呦，就开始你知道变成巧克力，巧克力溶液在你的嘴巴里面。崩塌这种形容词你也说得出来，可见你对吃有一定的要求。有读书啊，有读书，真的有读书，有读书。
很好吃啊。嗯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我加香草是对的。嗯，香草是清甜的，巧克力有一点算是淡苦甘甜。嗯，里面口感非常的松绵，好吃。擂茶粉是属于有点淡苦的。嗯，你反而这样子吃下去之后，你那个淡苦会一比较之下，布朗尼变得非常的香甜，好吃哎。但它的布朗尼呢，我是可以吃个三四个没有问题的。哎，我也是哎，它布朗尼真的很好吃。就是应该说甜而不腻，然后你再搭配这个擂茶，喝起来呢，它的香味完全没有在酥抹茶的哦，就喝起来是不一样的味道。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对我来讲说都是有那种苦甜感在，然后是那种很成熟女性，三十岁女性的最爱。没有，你三十五了，你不要反正就过三十了嘛。没有，我跟你讲啊，因为新竹是那种客家大县嘛，所以擂茶呢一定要来新竹喝，尤其竹东这里横山啊什么，这里很多都是那种好好喝哦。它擂茶是慢慢磨出来的，那个就是客家人的传统。擂茶比抹茶更优秀的一个点是，因为抹茶你泡茶之后它就会整个化掉，它就变成一杯饮料。可是擂茶你还吃得到一点点那个颗粒感，每一口你都喝得到那种颗粒感，然后有一点像冰沙，可是它又不是冰沙。对，很好玩。很不错，很不错。我觉得这间店，你看我们刚刚大吃大喝了早餐跟午餐，再吃个点心，一点负担都没有。对啊，而且你开心，我也开心。嗯。招牌想吃甜布朗尼，口感微松，搭配鲜奶油，撒上清新甘桂花与擂茶粉，附带冰淇淋，让你味蕾甜甜蜜蜜。擂茶冰沙采当季优质茶叶与数种坚果谷类一起磨成细粉，加入香草冰淇淋，让你体验浓浓的哈嘎风味啊。下一段，侯爵老司机要去竹东找妈妈吃馅饼喽！你看那黄金饼皮的馅饼，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啦！千万不要转台，放下万恶的遥控器，等等我们就回来喽！